实我两年多前刚开始学吉他的，其中学的第一首，很多蛮多首里面简单的歌曲里面，这是其中的一首，只有三四个和弦，来自 Bob Dylan。所以我们大家都没事儿，就那天晚上，每个人都很紧张。隔天早上起来呢，就马上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。然后那阵子很多人不太敢出门，也有很多人不太敢去巴黎玩。所以现在每次弹这首单曲《Knocking on Heaven's Door》，都会想到隔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，是一个法国的先生。他的太太刚好就在巴黎的那一间叫 Bataclan 那一间演唱会的场所，他太太就那天晚上是最后一次看到他太太。我还记得看到网络上这位先生，他接受记者的访问，他完全没有讲话，就是字幕打出来，那些字幕打出来就是他对恐怖分子说的话。他说：“你夺走我太太的生命，可是我不恨你。”我可怜你，我希望你哪一天能够改变你的想法。你们这些，我觉得你们才可怜。希望你们哪一天能够学习如何爱人。就那个访问让我非常非常感动。那位先生，他失去了他的太太，可是他这样子看着镜头，从头到尾，他的眼眶里面看得出他有泪水，可是他完全没有恨意。After the Friday night.My life has totally changed. I remember your smile. I remember you. I remember you. When you walk out the door, cause I wanna see you.
know.